诸位，我这里还有一票。哎，他还有一票呢。哎，这不是逆转狼的跟包吗？感谢社会各界朋友倾力捧场，感谢梨园同仁们鼎力相助。到今天为止呢，这届梨园魁首票选正式结束。下面由本人纽白文替大家。 统计票数结果。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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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龙春班江登宝，1257票。好，好，好。允喜班四喜儿，一票。这个结果呀，我们梨园会馆也始料不及。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，我看八成是弄虚作假。是，我们就是要重新验票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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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各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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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佟先生，这事，这都是宁老板的意思，您就宣布结果吧。得嘞，下面我正式宣布，本届梨园魁首是水云龙、商信蕊。 秦岩社宁九郎，敬水云楼商细蕊匾额，祝商细蕊梨园夺魁。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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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援江山，易主了。